强大。是，你敢这么开进来，就枪还没有来得及，就是给你夹住，你就走了。啊，龙四哥被拴了，这些全吹没了。达浪刚才还动了一下车。FTY 今天跟达浪有在养鸡场打过一波。嗯，当时这个局部战斗是 FTY 赢了。哟，我看有小伙伴说，平时，哦，把阿卡德打掉了 ，OK， 小鹏，看一下 Pero 今年小组在蚁人，但是 GX 其实在这里面留了个包围网。哦，车停了啊，刚下车被 SSR 给找到了机会。嗯，高地点都有人，这个枪线很难突破。是的，这边倒车往沿，要应对不太行。是。错到防区里了，这波高打的又是被架住了，而另外一侧 GB 也要踩住了海岸线的这个小高点，还在向远处输出，不过这个角度比较远。慢的头车，还好带点。哦呦，但是这一波的话被人找到了一个角度，啊，打掉了一个。太近了，太近了。高德威要出手，脸前都是人啊。正面好几个，小鹿也下车了。哎呦。吃到了对方的手雷啊，狂轰乱炸。另外一侧 BGP 是遭遇到了 FTY， 对方三杆枪线，侧身有人去架，经典先打一个，龙四哥思绪往后回拉。P.O. 刚才也是经典一枪不开。哎呀，这一波被打掉了 ，4M。小鹿，嗯。FTY 正面看能不能把 PO 补掉，那有人在架着出不去。哇 ，DD 九八，野狐大哥的心非常的强烈啊！他把 Monster 打倒了，牛 Happy 从后面出现了。FTY 这局被夹了，有点危险，远点又有十七在抽，又被打了侧身。哇，牛 Happy 头被给了一枪，换身。哎呦 ，Toghter 又打了一个啊！FTY 往回缩就会被就 BGP 的剩下队友哇宋江立功，哇这位置硬服啊，怪不得把宋江拉出来继续。是的，想了想谁和 Loki 像呢，有了宋江。嗯。哦，这波宋江又是将旺仔连打带过，没有想到 FTY 这波先手的一波输出，因为 New Happy 的第三方的加入导致他这个背后失手，反而是处于一个被夹击的状态。New Happy 其实这一波性只有 GX 一支队伍了，坚定选择了中间直扎，扎到山缝之中去。确实有缝，曾经世界赛上坚定也活一阵，对，就进了城里面以后再说。那 USG 也没有退路可言了，走上了这条路，好死不如赖活嘛。对，走上这条路就没得选，只能往里去了。是的，混进去，万一有其他往哪儿选了？天路南边的沟壑之中倒是可以选，但是这个位置吃的压力会很大。哎，反而是 USG 先出枪，这个 GX 这波失误有点大。他们想要上山去摸 New Happy 吗？他们其实看到 USG 的车过去，然后但这个阶段是完全没想到 USG 会过来。哎呦，又打了一个，这边 New Happy 想办法拿点分啊，把 SSR 给。提前听到这两队交战，对 New Happy 来讲是特别特别好的事情，因为可以提前做选择了。反而是美咖这个位置把 GX 给收掉了，这完全的这种圈型一出来，就是把 USG 的分数收掉就可以了。嗯，然后 And 侧面打了一下小鬼的侧身，完全没意识。五弟弟又是一枪头。今天的枪真的很烫，由于十七倒人了，KDF 现在想要把优势扩大，外围在拉人，阿童木的一个出枪，侧面的 AND 倒地，想要去补掉自己之前击倒人的分数。KDF 剩下两个人被锁在了面包房 ，Hikari 和 Lash。USG 找了一个点，也要加入到混战之中。他滑过来了，不清楚他具体落在哪里了。是的，但五弟弟是不是有这一波 ？OK， 这北边清理的还可以，因为他毕竟位置不是很好嘛。嗯，就十七这局位置就真的很一般，就打这个点。并不想进，但这个圈型也就只能进了。对，他想万一这个圈切给我了呢？但其实从结果上来看没有。是的 ，BGP 的话是提前布好了阵线，把枪线给拉开，在反坡不断的扔手雷去压制对方。楠楠倒地，被补掉了。
这位置头疼的是你踩上坡顶去接人的时候，你就会吃到原点枪线，这个非常麻烦。能看到达纳瓦的枪线视野之中的话 ，New Happy 一直都是在半坡浮动的。嗯，而且 New Happy 再倒一根 BGP， 很有可能就往前扔动。天妈，已经活到右下角了，现在已经五圈了，但跟 DK 很近。哎呦，小五弟弟这个。大平坡底坡走不了，底坡被东边抽死，走不了，感觉要把剑姬放在一个被夹击的一个位置，集合手雷协同扔过来，没有放倒，骄阳先放倒，没问题了，远处的人啊 Inonix 居然出现在厕所这种支点上啊，这种位置基本是第一波一旦打不倒人就一定会被排的点。嗯，那这个信息一出来，七必要能不来吗？倒人了不会不来吧，是的，这波必夹了。哦，另外一边天霸和 DK 终于打起来了，这个拳右下角的归属拳就在这波团要打出来了，很 OK， 这个枪下角度非常好。嗯 ，Foxy 在这个底坡刚才位置是漏过的，最后的结局也是这样。而 Ramba 换了一个位置继续打药，嗯，被发现了，骄阳拿下了 Ramba 这一分。现在前八队伍出现了，天霸又来了，天霸又想到东边去劝架了，正面 GFI 和 GBL 还要打，嗯 ，GFI 要考虑救一下人啊，嗯，又倒了。不太好搞，嗯，主要是所有的 timing 现在都对 GFI 不利。是的，这位置真的不好搞，主要远点枪线也有压制。正面看天霸怎么处理达纳瓦。对，天霸的处理完 DK 之后，感觉还是有一点手感了啊。要抢时间的，这个位置 GBL 北部已经处理完了，再拖下去，天霸发起了冲锋，各种道具已经开始清线。人命不多了，这波。这种架天马还是擅长的，就是你告诉我你人在哪里，你别在那溜着我。这种架天马还是擅长的、啊。OK OK OK， 只剩一个。哎，处理的非常迅速。哎、那兰布想拉人就在烟里，这边投掷物好像不多了呀，给了一个折角闪，弹了回来。白中扶队友。嗯。不好的，这不打完了，能够找机会去反击一下，而兰布人也拉出。哎呦，两个人头两个人的位置都特别差。这位置有点像刚才天霸打达瓦，嗯，小唐换了一个，但有高低错落的补枪，天霸很难受啊。七七那位置被两个角度都在扫，确实没什么太好的办法。哎，兰布来了，直接打这个满血的人，天霸还有分收。是的，这是一个两分的头，但是他没有拿，这没收下来。OK OK， 天路来，哇，这两分兰布居然没有拿到。OK 吧，给天路搞点分也可以啊、嗯、这两个都一枪就倒了，嗯，再丢道具又回去、啊、确实 DK 现在分数也比较靠前、嗯、第六名，嗯，还有搞头，对的，有搞头，所以每一分都很重要。哇，被洗头了，这波难受了，这波只剩骄阳了，天路被 GBL 秀起来了，突出一个麻挡住了 ID， 我甚至想不出来是 GBL 被盯上了、啊、被激活了，坏，先倒一个，出事了，出事了、就是没办法救了，只剩两兄弟了，主要是陈一南没得了，哎呦，我、哦、幻神也被倒了一下，是你是踩住了，缺了一个不错的一个支点，嗯，朴老师在盯防 New Happy 这一侧想拉，哎呦、哦、还出枪了，是出完枪就直接丢火啊、焦阳厕所、哎、烧到了，完了完了，没了。好、哦，想要在这个火灭之前，哎呀，这个雷还没炸起来。嗯，周平安没有办法给分了，这个位置确实是很难，就 New Happy 他脚下那个坑，其实他很早之前可以动车区，但他不、嗯，如果那个年代是积分赛、嗯，他们真的不敌。是的，确实。哦呦，这一个空爆，朴老师。把牙都炸碎了，先拿一分儿。这小的时候没磕过门牙吗，兄弟？真的好痛，真的很痛。但这局大局已定了，这个四打一，没想到 DK 能混到第二。但是宝舞台很大，就现在显示器一关，往上一趴，没 OK， 这局排名分拿下了，跟兄弟们几个全，已经是结束了。兄弟们，我帅不帅？我帅不帅？我他这局完全是放弃。